这只花枝苹果珠哦，才这里本一抓尔就艳遇呢，而且还有对方袂甘死死昏昏去，啊，这对方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条件肯真正比我搁较好，袂个，我一定爱问个清楚。朱海波小姐，创啥？莫看手机啊啦，我有重要代志要问你啦。你有什么话，金哥？你听详细哦，我要问你讲哦，去日本实习的成果如何？这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啊？你回答就对了嘛。没办法啊，充实，收益良多，尤其是幸せの感じる。这什么意思？哦，那伊的意思就是讲哦，伊感觉伊足幸福。实习就实习的，都会感觉足幸福。应该是讲吼，幸福是我即刻去日本上意外的收获。我还可以讲吼，带我去食迄火山松饼、巨无霸拉面。啊！搁有迄乌尼吃到饱，连我伫咧台湾连买拢买袂落去的麝香葡萄，伊嘛买落，马上送来饭店好过。你都唔知影，迄麝香葡萄咧加落是偌揪心、偌销魂。我刚看到你表情足淫秽，袂输咧日本名片才看会到。就是迄种思想无正人，才安尼想啦。但我跟我的客户是纯纯的爱，他纯纯的爱我，我纯纯的爱他。你都唔知影，我的客户我温柔体贴的。有一届吼落雨，伊烦恼我无扎雨伞，伊为着要送雨伞来给我，结果伊个南雨呢，吼南雨走来我实习的所在来给我。伊南雨扎雨伞给你，啊竟然有扎雨伞，谁做要南雨头壳歹去啊？是要啥哈？这叫做罗曼蒂克。我过来今麦阁是罗汉卡，一点都不解风情嘞。我罗曼蒂克嘞，我叫罗曼蒂哥啦。还阁有一届，我客户吼提我的水壶陪我等公车，啊，尾仔公车就来啊，我就马上上车，结果煞袂记得我的水壶阁伫伊的手头，伊就烦恼我无水通啉，吼，伊安尼用用拼死用，用两个鸡仔头阁伫公车面头前讲小的妈的。我看伫个坐伫个公车面头前的时阵，我的心脏咧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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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了准讲，迄日剧的求婚的桥段特别发生伫个我的心上啊！我遐么伫个公车面顶讲 ，Yes I do。你来那真够堵了，好佳哉！你坐毋是新干线，看有载着炸。阿婆大人啊，你即马是心塞还是怨妒啊？阿婆，我还记得我是破咧。送你去日本实习呢，不是叫你去演《东京爱情故事》。你伫遐到底敢有好学习啦？哎，当然嘛有，你都唔知影，我偌珍惜即个去日本实习的机会。我除了谈恋爱时间以外吼，我拢有认真咧学习呢。而且咧评分出来，我是上官分，我即摆已经夹到吼，会当升职加薪的机会啊，我是无予你失望。哦，安尼真好。那呢哦，我就赶紧安排一个考试，啊，你就要好好表现嘞，把你伫个日本学着饭店食物好好应用。哈，这我可能无得马上答应你呢，因为我惊我甲我的客户吼，会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然后我得马上要飞去日本做我的幸福人妻啊。我来这么讲诶。袂当你什么人啊？爱鬼话，是做啥的？条件敢有比我搁较好？啊，赚敢有比我搁较济？你敢管？
喂，有啥物代志？啊？阮妈即马伫咧病院。